厉害喽，各位，怎么样？猜一下，猜一下，他花了多少钱？八个项目，他八个项目比前面还多哎，150。哦，哇，一台编的，更看不出来哎，对呀，更看不出来哎，那哪里有洞呢？哎，你怎么那么香啊？我一阵那个香水味。等一下，你是平面模特、美容师对不对？也是直播主，请问你的身三围是？34、1、25、35。好，来，你们觉得他哪里你觉得最满意？很难呢，所以就是不会讲话，因为看不出来。你问我，问我，哎，你觉得他哪里你最满意？全部。我调整是心态，不是这个。调整心态，不是，他是最难猜的。对啊，因为他眼睛很自然。嗯，他有哪里有？我想一下，如果要猜的话，就是胸部嘛。胸部吗？对不对？我看对，应该是颧骨吗？胸部、鼻子，他脸型也算鼻子有啊。对，鼻子有。卧蚕不知道有没有？卧蚕也可能。卧蚕有吗？没有啊。下巴应该没有。我觉得下巴有。下巴应该有。不是下巴有。等一下，这边好像只有他有眼睛，我们几个都瞎了嘛。对啊。下巴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胸部有吗？下巴有啊，下巴看起来有。OK， 这样好了，这个太难。你啊，你整了八个项目啊？对，我整很多。真的假的？先看照片。哇塞！咦，这是谁？你谁？这是你妹妹，叫什么名字？是我妹妹。不是这个脸很平哎，就是，而且他蛮圆润的，圆滚滚的，对。哦，这样看起来就很明显。医生讲了，鼻子有嘛？眼睛一定有，眼睛这是我两年前的照片，很两年前。对，是两年前。缩鼻还是什么吗？胸部应该。胸部那就有了啦，不一定有。眼睛有吗？眼睛没有哦，轮廓呢？就是轮廓。好，那我就说我整了哪些项目。我整了肋骨隆鼻，然后还有就是鼻结骨跟卡麦拉垫下巴，那还有就是下颚角削骨跟颧骨磨骨，好多。那还有自体脂肪隆乳跟水滴果冻隆乳，还有大腿环抽，那还有埋线。埋线也算，埋线不是针灸吗？针灸这边的埋线，这边的埋线，让脸再更拉提上去，因为我本身有点肉肉的。但是你刚才说你胸部就有用两种方法，两种，对，是什么？一边刚刚医生不是说，送回去那个安养院。因为刚刚医生已经讲了，就是说如果说用这种水滴再加一些自己的自身的脂肪的话，对，那更无懈可击，更自然，更自然。因为胸部的组成是两种，一个叫乳腺，比较深层的，那一个是皮下的脂肪，所以有些人天生皮肤比较薄的，如果只做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手术，它比较容易假假的或摸出来，所以叫做第二种莎莎做的，就叫自体脂肪。就除了做这个之外，还要打脂肪，对，把脂肪把你的皮下，对，把你的皮脂过去，把你的皮下脂肪补厚一点。哦，真的，而且这个废物利用就是从脂肪，废物利用，不要说废物利用，自体利用，对，好的，自体利用，厉害喽，各位，怎么样？猜一下，他花了多少钱？八个项目，他这八个项目比前面还多哎，应该一个15万八个，那这个应该有，比如说120只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不是一个十五，你在猜的时候在臭屁什么？我没有臭屁啊，你刚刚猜的，对啊，你是臭屁了一点，120，你觉得140，哎呦。我觉得可能150、160，因为削骨这个都是比较贵，而且哇塞，那个自体脂肪移植，我印象那个也是蛮贵的，所以我觉得150，我才168，搞不好是一个方法。把人抓走，又要安养院，这种没有这，没有高一点，高一点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所以，对，你猜多少？对，差不多，我跟张立东看的差不多120，卡骨最厉害，哎，150，哦，哇，一台编的，叮咚叮咚，啊，不一样。看型号，哇塞，计较这样啊？说不定一台 Toyota 也有 OK， Toyota 哎，高级。医生请教，肋骨隆鼻是真的用肋骨？真的，有些人他就是垫鼻子隆鼻的材料只有分自体，这里的耳朵吗？哦，对，耳软骨也会利用，耳软骨主要是用来垫鼻头。因为我们鼻头需要圆圆润润，刚好耳朵，大家看这个凹陷的地方，就是可以拿来取出来这一块的，对对对，凹陷的地方。那肋骨主要是在垫中间上面山根这一块，所以莎莎应该是用肋骨来垫这一块嘛？从哪里拿肋骨？通常从肋骨会少一段，从大概
我们有十二根肋软骨，通常取第七根的其中一小段，哦、就取一点点一小段，对，對大概拿下来鼻子下鼻啊，大概取4到5公分左右，一点点啊。OK， 当初什么样的动力让你想要去做这些事情？因为自己曾经有被拍照圈淘汰过，就是很多就是因此找工作碰壁嘛。那我又知道说模特圈其实是非常的竞争，而且大家都就是零死角、啊，不然就是鼻子很挺，然后五官立体啊，身材很好，胸部又很大，所以自己是很容易被淘汰的。所以你两年前这副德行是去当模特的。我们这不是要那么尊重我，怪师傅日历，难怪被女 BD 去打败，对女 BD 这样子。拍童装啦，童装，童装嘛，有亲切感，对不对？对，亲切感型，而且就是走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哎，对，就是变女人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变成这个有点像高中还没有成熟的女孩儿，这样女生，这叫女人。嗯，那你还有什么地方想整？我想要整眼睛跟牙齿。我觉得眼睛已经没了，可以了，眼睛 OK 了，眼睛 OK 了。所以牙齿矫正 OK， 矫正 OK， 你眼睛不用再动，有牙齿可以做。我们请专业的医师来看，我有点眼见机无力。没有，这个两个层面哦。哎，以生意上来讲，你要整。但以完美比例来看，如果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话，可能还是需要。但是他应该不用像卡古那么恐怖。其实他刚才说到那个提眼肌手术，应该可以请卡古分享一下，因为他说的提眼肌手术就是卡古那时候我帮他做的眼神放大手术。对，因为本来那时候眼褶整个变得太厚，因为我们跟卡古很熟。现在看到卡古都很有精神，眼神会放电，对，很有精神这样，很累。你是睡了6天呢？哦，那睡了6年了，不会醒啊？怎么这么好醒的感觉？对，就是那个放大真的有差了，而且之前看起来就很没精神，那就是等于是你那个眼睑肌色。你现在刷牙会不会叫？就是一早起来，我们起来就睡眼惺忪，他一起来，嘿，刷牙，精神这样。每天啊，都非常雄赳赳啊，太阳来了。对，那如果要让自己看起来更有精神，我觉得是可以试看看，但是真的要找专业的医生。对，其实很多女生有这个困扰，就是不戴放大片的时候，自己说自己像死鱼眼，就眼睛睁不太开。嗯，他就是莎莎想做这种手术，我们叫做提眼肌手术，让你眼神不戴放大片也可以比较有明亮的感觉。那这两个你觉得需要做一下？我你们两个干嘛都是这个脸？这个有点一点，而且你就直接讲医生，你就直接讲。他说报告班长没有？对啊，立冬跟我觉得申大，我觉得都还好。是什么？去讲心理？不是，我有意思说，哎，我觉得你们两位啊，就不要浪费钱。如果有这种顾客，我应该说都还好，因为眼神太凶狠了。其实我觉得两位都还好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男生你们都不戴放大片，都还算蛮有神的。哎呦，在骗的，有神的，神的。OK 啦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真的想就是让自己眼睛再有精神一点的话，对，其实去问问医生，问问卡古，你看。问卡古要干嘛？到底他很精神，你不觉得？有。以前我们认识他都是这样嘛。对啊。他现在一来讲，感觉他在欺你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精神那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。亢奋这样。但曲哥说没有错，要是做得太过，他会像你永远在瞪。所以你要对要刚刚好，就是那常被揍是吧？常说对，如果做得太过，给警察这样，哎，停下。你瞪我，你瞪我，你错下，对，七杀尾。哎，他补充一点。哎，我想要补充一点，就是如果有想要整形的朋友啊，真的要找对医师。真的。对，经验值跟手术的成功率非常的重要。嗯。对，而且我曾经有个朋友，他可能花7000块去做双眼皮，结果他在麻醉的过程中是一边割，然后一边还有感觉的，根本就是索命手术。哇，好痛啊！对，就不要贪小便宜，真的就是7000块，这样子，好恐怖啊！7000块可能比纹眉还要便宜。哎，真的比纹眉便宜。俘虏被抓到的。直接把逼供，而且逼供医生有习惯性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我说什么？习惯性，而且也请坐，谢谢。三立新闻网 YouTube 突破100万订阅，我没得了。